我们学校是那个河南省学校里面放假最长的了，放60多天，都快赶上暑假了。不是很乐意，因为不能学习了呀，不能见到老师了，就是感觉很无聊嘛。然后也不能在学校学习了，唱还唱，要放短点儿也好。在学校嘛，再说说还能学了，真的不一次放时间太长。在校内比在校外强啊，在外头的都光头帅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